如果你稍微有点偏掉的话，你的球可能就跑得到处都是。然后我来先示范一下，我们一开始拍球先这样向下拍球，同学可以开始动作。然后现在我们请体育部长来为老师抛球，然后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请同学来到老师的侧面这边，这样看你就清楚动作。然后当我们同学上来的时候，先做一个一准备动作，老师会帮你喊一，然后二转身拉拍，老师会抛球，三击球，可以吗？再看一次。
为什么有些同学他打的球会受控制，可能打到这边、这边，或者是甚至下面？这就是刚刚我们在拍球的那个观念。当你的球拍面只要是有一点点歪掉的话，你的球就会跟着你的球拍面走。所以如果当我今天要打到正面的话，我们打击球的时候，球拍面一定要朝正面，然后推出去之后再收拍。如果我今天打到球的时候，球拍面是朝旁边的话，这个球就会跟着朝旁边。所以要示范一次，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球拍朝前面的话就是朝前，如果我今天球拍面朝旁边的话，它就朝旁边了，可以吗？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？没有。好，同学，我们下一个活动，我们来分成两大组，有没有左手同学这边一组，然后右手同学这边一组，然后我们请同学互相喂球给同学，一个人两个球，然后在同学在击球的时候，可以告诉同学你哪里做得很好，哪里做得很不好。然后在挥拍的同时，同学请注意你自己前后左右的距离有没有取开，不要球拍打到别人。好，开始。正手拍的握拍方法，然后还有正手拍击球各个分解动作的要点，比如一是预备姿势，然后重心放低；二的时候引拍左脚踏出来；三的时候击球停的推出去之后收拍，左手接拍。好，同学很用心在学习哦。那再请另外一位同学，思雨同学。好，我问问题好了。如果我今天球拍挥得不正的话，假如说我朝下的话，球会朝哪里？往下。会往下。那现在如果我球拍面朝这样呢？会往那边，会往拍面的地方走。对啊，再看清楚一点。上。对。当然，所以相对的，球拍如果往那边的话，球会怎么办？这边。对，好，这就是同学该注意的地方。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一样会。教正手拍，但是会把距离再拉长一点。然后同学在家没有事的话，